跟所有人都有说有笑，有救可续，偏偏跟我无话可说。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你还真一炷香才出来，见一次就够了，剩下的让空明去说吧。大卫八月，你真的霸道了许多。蔡琴林浩卿，你就这么开心？怎么，你当真吃醋了？ 我累了，我先去睡了。如果真吃醋了呢？我累了，我先去睡了。跟所有人都有说有笑，有救可续，偏偏跟我无话可说。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因为我早已说得清清楚楚，如在纠缠，可就没去了。如果不相信你当初说的话，季元恒，当初段雅的事，只要你说你没有背叛我，说的都是违心的话，我就可以相信你。我们之间所有的事情，在你心里哪怕有半点是真的，无论你解释什么，我都可以相信你。